耶、yeah, ，早安！今天第二天，我们今天要从中央金矿先到白杨，然后再到秀姑峦山，然后再踢到马博山屋。每天都那么累，加油！超美的东小南山，玉山南峰，岩峰山屋在这个凹槽，然后沿着玉山南棱翻过来就是玉山，好帅哦！离开白杨金矿喽，好冷哦！压到秀姑坪更冷。我们因为休太久了，快点。上秀姑坪啊 ！OK， 大家快到了，很快很快，但是很陡。可是太阳出来了，今天要到秀姑峦山，再接到马博，然后在马博上睡。今天天气预报最冷的哦，寒流啊！今天晚上最冷。昨天晚上就来了吗？昨天晚上就来，但今天晚上最冷。3530，太阳好大。我们队友带的太阳能板，那你要讲一下怎么用？啊，还有好天气啊，赞哦，而且很轻哎，插在上面。什么？我帮你在马蹄山叫啊，你还是要走到那边。马蹄山在这里。新康山，我们才刚走完，耶、yeah ！好美哦！我走在上面。对，出发喽！2345，6只，啊！哎，你女朋友嘞？在后面偷来看。哎呦，妖娆，好美哦！一路妖娆。人家在上面，他刚刚跟我们呐喊。嗨，嗨，耶！一直听到你喊加油。好热。准备出发，离秀姑峦山还有50分钟。啊，觉得怎样？爬山那么累干嘛？太阳晒。可是风景很漂亮啊，疗愈哎。风景很漂亮，我去合欢山就好。看久了就看腻，而且合欢很多人呢。我可以去个玉山前锋。应该这个峰山。哇，我们快到秀姑峦了，而且因为妖娆，风超大了。大，超级大！我都是我50公斤，我都要双脚张开，然后站稳，不然会被吹走。
看一下后面云海，超级满，耶！继续努力，耶、我们找到了一个完美避风处，山顶就在前面，两分钟嘛上去，这边超级完美避风，对，等一下后面的队友，我们要上去拍完照片就下去了，太冷。俏姑峦山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到喽！问爬山那么累，为什么要爬山？只能说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。对我来说，能与喜欢的人共享这片美景，再累一切都值得。耶，秀姑峦山下次见，风超大，我们要继续前往秀马遗址。要从马博山翻过马博，然后再走到分居山。他们已经说他们不想去了，不过这一切都是谎言。睡饱，明天就会再出发。我们这边一路都是赤膊，来看一下我们的德瑞克的裤，好惨哦！最新潮裤哎，哦。秀马最低呀、啊，大家准备补充粮食，等一下要上山摆。哇，一路上坡。马前三岔路，累吗？通远，累吗？超累，我也好累。对，等一下下坡就到今天目的地了。我们这次状况有人好了，每天都有人有状况，所以可能不下叹息，晚点再看看。我们看到山屋了，在下面。然后一直路上大家都一直讲说这个很像小马，就是玛丽加南。加油啦，只能加油了。马博山屋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后面他们还在努力等。我们很害怕马博水塔结冰。见真巧。好，厕所开关。那个是厕所排出来的水哦，呸呸呸！耶、yeah, ，我们今天也是水富哦，太好了。啊，可是明天早上这个水塔就要结冰了，所以今天要先煮好明天的饭。I was birthed in the mountains under